大众请合掌，向上问讯，起。礼请和尚问讯，起。恭请合掌，慈悲主法，顶礼和尚三拜，弥陀佛。分班对面站。摩问讯，起，请对面站。向上拜。再拜，起，三拜，起，
请对面站。
南陀阿南陀罗
真定作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耶多菩萨犍陀罗提菩萨藏经净菩萨于如此等诸大菩萨即是提欢迎的无量诸天大众聚二十佛高藏老舍利佛从此西方国十万亿佛土由此皆名曰极乐极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舍利佛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有舍利佛极乐国土其从难寻其从罗网其从行树皆是十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有舍利佛极乐国土有其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此地成以金沙菩提四遍皆到金银琉璃玻璃和城上有楼阁也以金银琉璃玻璃砌去砌出玛那言辞者此中莲花大路者人青色青光黄色黄光紫色紫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佛彼佛国土常作庭严王金为地昼夜流逝于天曼陀罗花其土众生难以清淡各一个神众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世世还到本国凡世尽心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扶持舍利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鸣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河夜莺其音延长无根无力其菩提梵八声道方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舍舍利佛如为此鸟时时最宝所生所以这何彼佛国土无善恶道舍利佛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又是十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灵法印玄流变化所作舍利佛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书及宝罗网诸微妙音毗卢百千种乐同时具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自心舍利佛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佛于如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舍利佛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光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有舍利佛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世界有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
弟子皆阿罗汉，非是善书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由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甚众，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不出，其数甚多，非是善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依者何？得于如是诸上善能，具会一处舍利弗，故可以烧三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知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悉能令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神中，现在其前世人众生，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我见此理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此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月有阿处毗佛，须弥香佛达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光常舍相，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眼如等众生，当心是成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及舍利弗，方世界有日月等佛，明文光佛，大眼见佛，须弥等佛，无量清净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光常舍相，遍佛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眼如等众生，当心是成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及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庄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光常舍相，遍佛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眼如等众生，当心是成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及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眼见佛，最生应佛，南俱佛，日生佛，王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光常舍相，遍佛三千大千世，所成是眼如等众生，当心是成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及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四智佛，明文佛，明光佛，达摩佛，法藏佛，此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光常舍相，遍佛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眼如等众生，当心是成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及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所往佛向上，向光佛，大眼见佛，杂色宝华严身佛，娑罗树王佛，宝华的佛，见一切依佛，如须弥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光常舍相，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眼如等众生，当心是成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及舍利弗，于如意云何故名为
一切诸佛受念尽舍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尽受持咒，即闻诸佛名咒，是诸善男子善女皆为一切诸佛之所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意，即诸佛所说舍利弗。若有人以法缘尽法缘，当法缘于生阿弥陀佛国，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罗夷僧，罗今僧罗当僧，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情者应当发愿。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也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诸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生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无作恶事，解脱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名作，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施一切世间难行之法，舍利弗，当知我于无作恶事，行此难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持难行之，是为圣难佛所持净意舍利。即诸比丘，一切世间天能阿修罗的，闻佛所说欢喜心生，作礼而去。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揭。多提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切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多达揭多耶多提耶他阿弥利多婆，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切那智多迦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揭多耶多提耶他阿弥利多婆，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帝，揭弥尼揭切那智多迦利萨婆诃。I'm
清寺大啊
阿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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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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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
Namo Amitabha。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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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tabha。Amitabha, Amita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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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tabha。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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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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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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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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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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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恭请法师慈悲开示。聚会啊，最重要的，它的目标，我们要清楚。我们聚会在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就是要成佛。为了这桩事情，就是要超越六道轮回之苦。没有比这个事业更伟大的。十方一切法界里面，能够成佛啊，比什么更重要？
最难得就是能够超越六道轮回，所以祖师大德常劝导说，世上一切万缘一切法能够寻缘而不怕缘，比什么更重要。这个随缘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要过于执着，尽心尽力，对一切万物我们要应当要学习去放下，而且从这个心去放下。很多人对这个随缘呢有误解，不能乱随缘，乱随缘呢就没有智慧了。因为我们人生离不开这个生活，我们每一个人该吃饭的吃饭，该工作，该赚钱，该处事，但是在心理上呢，我们很清楚，不要去执着。因为执着呢是一种烦恼，那要修到这样的程度呢，需要一个忍辱的基础。人没有忍辱的基础呢，是没办法成就的。所以《金刚经》里面所讲，一切法，无论世间法、出世间法也好，都离不开这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在这个生活环境真的不容易，很多世事啊，不能让我们称心如意，甚至于有时候很多的障碍啊，让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活得很辛苦。所以今天我们聚会学习佛法，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一直用我们的感情，感情是一种烦恼，得用我们的智慧。所以佛法教学第一的就是智慧，有智慧啊，你才能够看清这个生活的，没有智慧啊，所看到的就是烦恼。这个就是跟大家做一个简单，我们聚会的用意，聚会的目标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几个月已经没见面，是不是？是不是有想念呢？似乎也是一样啊，想念我们啊，在这个地方共修，不是别的了。很多人啊留言啊简讯啊，说师父还有疫情。好，那我今天呢，再来一次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因为上一次已经讲到一段落。释迦牟尼佛讲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大家都知道它是在舍卫国吉树吉孤都园宣讲这一部经。几都几古都源的来源，上一次已经为大家简单的介绍，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不再给大家介绍了。那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呢，前面第一排
是释迦牟尼佛的常随弟子。这常随弟子总共有多少呢？有1250个人。那其实释迦牟尼佛的常随弟子呢，是1255人。为什么在经典里面说1250个人呢？这个就是因为翻译的经书，他喜欢把它凑一个数，所以归纳起来，总共有1250个人。那这1250个人呢，有16位大弟子。那这16位大弟子呢，我也是给大家讲过了，每一位都有各的表法，内容啊，都是在劝导我们的。那这1255人，他不是一般的阿罗汉。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他的身份都是法身大士的，而且这些弟子啊，不少都是古佛再来的，像舍利佛啊、目犍连，都是古佛再来的。那今天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示现声闻众，跟着释迦牟尼佛而来听这一部释迦牟尼佛宣讲的这一部弥陀经，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啊，佛讲这一部阿弥陀经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思议的法门，也借这个因缘劝导我们一切众生。这个法门跟一切的法门是不一样，这个法门的特别就是因为能够大业往生。而亲近阿弥陀佛，一生圆满成佛，就是这个。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在这个地方你要记得下面的那一句话，一生圆满成佛，它不是生生世世的，一生而已。他好在这个地方，你想一想，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你要成佛，你不念阿弥陀佛，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经过多长时间？多长了？多长？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劫怎么算法？很长很苦你说以前我们来共修都不用戴口罩的，你说现在戴口罩苦不苦啊？很辛苦那走到哪里？你有没有真的很辛苦又怕感染，看了之后怎么办？如果没有回复，就是死路一条。你要生生世世的，刚刚在母亲里面母胎8个多月，生出来了，辛辛苦苦的，慢慢的长大，又认识了佛法，又认真精进的用功修行，刚刚要成就，寿命又到了，又来了。
生生世世的这样的转，你说累不累啊？累不累？很累啊。而且在这个人生里面很辛苦啊，又避免不了劳苦、病苦、食苦，很辛苦的。在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啊，一生呢，每一件事情都是称心如意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让我们很顺的，所以一生圆满成佛的原因，因为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啊，因为无量才有一生嘛，啊，这个就是佛的长水弟子在这个地方来为我们代表。那第二排的是谁啊？就是诸菩萨摩诃萨啊，前面是佛的长水弟子，后面的是这些诸大菩萨来参与这个法会。那这个菩萨有多少呢？不计其数，很多。像今天我们在讲这一部经，没看到的很多啊。我们在念这句名号，没有看到的也是很多，托你们的福，真的，他们托你们的福。你们在这边念佛，他也是念佛啊，而且他们比你们更精进，他们真的一心念佛，我们呢三心两意。是不是呢？啊，这个，口在念阿弥陀佛，啊，心里面胡思乱想，是不是啊？讲实话，真的吗？承认吗？哦，真的，他们比我们更用功，只是你眼睛没有看得到而已。而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很多。那这些菩萨众有四位大菩萨来代表，那是谁呢？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嘛，还有全陀、诃提菩萨，还有常精进菩萨。他们这四位来代表，代表什么呢？全面佛的弟子十六位大弟子代表什么？劝信，你要相信佛所说的话，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有阿弥陀佛。那文殊师利菩萨跟弥勒菩萨是代表什么？劝愿，你要发愿啊。全陀、诃提菩萨、常精进菩萨是劝什么？劝行。所以在净土宗里面呢，在我们念佛法门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缺乏这个三个条件，大家都知道，你能够深信而切愿，然后呢最后你真正用功，这个用功的意思都是不懈怠、不懒散啊，努力老实来修行，把这个方向、把这个目标去奋斗、去努力、去用功、去精进，那总有一天呢，我们会有成就的。你要相信你自己。所以这四大菩萨告诉我们，你要相信你会成佛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阻拦我们的，只要你能够相信你自己，没有一件事能够来障碍我们成佛的。所以这四大菩萨的用意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从这个地方来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文殊师利菩萨
是古佛再来的，是过去七尊佛之师，他今天特别来参与这个法会，就是证明这个法门是智慧第一的。哦，无比殊胜。那弥勒菩萨你就知道他是后补佛，哎，将来成佛也不例外，还是要讲这一部经。只是说每一尊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他讲这个法门呢是在什么因缘他会讲的，他先来讲那个法门，他会看这个因缘，但是每一尊佛到这个世间，他必须要讲这一部的，要介绍这个法门的。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呢？你们大家自己猜一猜吧。这个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的代表。那常精进菩萨、全陀诃提菩萨，就是告诉我们，来示现劝导我们，你要用功。为什么要用功？因为你这一生能够依到这个法门，真的不容易啊。所以你要勇猛的精进，老实，要细要远，你要安安分分的来念这一句名号。这个是第二排。所以前面已经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最后面的。最后面的是谁呢？四体完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前面是佛的弟子，中间是婆菩萨，这些菩萨，后面的那四体还音是谁呢？是谁啊？啊，四体还音，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欲界天。第二乘天的天主就是刀立天王，欲界里面，在刀立天的一天，寿命一千岁，人间一天，刀立天的一天，我们这边都一百年，所以上一次有人问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母亲为什么生在刀立天，为什么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问题呢我没办法解答。但是简单来讲，就是各有因缘的。为什么呢？因为某耶夫人呢，曾经发过愿。发什么愿呢？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吗？因为每一个菩萨都有，这个摩耶夫人不是一般人啊，她也是佛菩萨来示现的。为什么呢？她曾经发过愿，要做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之母，要做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母亲。释迦牟尼佛今天出现在这个世间，他来到这个人间来做释迦牟尼佛的母亲，所以在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佛的母亲一个星期之后，他一定要离开这个世间，他一定要离开这个世间。所以将来弥勒菩萨他也是一样，个人发愿不一样，
所以这个不用去计较、啊、你好好念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事你不要管、啊、这个就好了，干嘛管得这么多，对不对啊？人家要下地狱的是他的事，像我们地藏王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你要发这个愿吗？行吗？那千万不能发这个愿，你一进去也出不来了所以每一个菩萨的愿不一样，不要去管这些，没必要，不重要。最重要是你能不能往生西方净土，哎，那个是才重要的，是不是？对不对？人家不念佛是他的事，我好好念佛，做一个好榜样，慢慢的来度他，是不是啊？那刀立天大家都知道啊，在中国一般呢、啊、对他很崇拜，称呼他是什么？玉皇大帝。在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宗教都是信仰什么？上帝的。啊，上帝是谁？上帝就是他了吗？所以四体还愿在这个地方，他的表法，他有一个表法，下面会跟大家介绍。那首先先跟大家讲这个四体还愿等，这个等的意思都是同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欲界天下面总共这个总共有六乘天，那刀立天的下面有四王天，刀立天的上面有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总共有六乘天。而在往上去，刀立天就是欲界天的上面有色界，在色界往上的有无色界，五色界共有四乘天。色界天总共有十八乘天，属于欲界、色界、无色界总共有二十八乘天。这么多的天界，所谓的无量诸天，意思就是说这么多的天界，为什么用四体还音来代表呢？为什么？为什么？你看，比道立天的身份，四体还音的身份都非常高的，为什么要以玉皇大帝四体还愿来做这个代表？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一部经，这么多的天界无量诸天，这些护法龙天来参与这个法会，太多了，不计其数，这么多的天神，这么多的护法，为什么四体还愿作为代表呢？归纳起来有三个，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个，四体还愿就是道立天距离我们这个人道太近了，它不远，而且更高层次的天界，我们一般在民间很多人不知道。你讲一讲道立天，很多人都知道，甚至于这些西方国家所信仰的他们的上帝。所以刀立天这个四体还音呢、啊、他的知名度很高啊，而且他跟我们这个世间的缘、哦、跟我们这个人道他的缘非常的殊胜。你想一想，全世界的宗教有多少？很多。信仰宗教的人多少？有很多。信仰崇拜他的有多少？很多啊。
那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四体还因呢、啊？如果他翻译的中文的意思说能为主，什么叫做能为主呢？因为他的智慧、德能、德行，能够领总大众的，领导大众的，也领导大众的，所以他呢，在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他来代表。今天，如果有一个聚会，有国家的邀请的，国家领导人邀请，然后啊，这个领导人没办法参加，请你们过去，你那个面子怎么样？他为什么请你过去？一定有原因的嘛。如果没有什么原因，他不可能请你过去的，一定有原因。意思都是一样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释迦牟尼佛讲这一部经，他来代表。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得力的护法。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法离不开人间呐、啊，世间都尊敬刀立天主，都供奉玉皇大帝。今天释迦牟尼佛在吉树吉古都园宣讲这一部经的时候，所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用四体还因来做一个代表。那代表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四体还因在这一部经是代表什么？代表说一切宗教之主啊，都应该要修。所以所有宗教教学的目标，你看都是往哪里的？都是往天堂去的，都是往天堂的。今天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人间，就是因为宗教做不到的，他才出现的。如果宗教能够做得到，他不出现的。那现在四体还因，他的天主都来参与这个法会了，来听这一部经，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而发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什么意思呢？他的天主都已经念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将来升到天堂也不是一样的吗？你的天主都念阿弥陀佛，你不念好意思吗？你想一想，哦，我的老板都已经念阿弥陀佛了，说明什么？哎，这句名号一定有特别，不然的话这个老板为什么念阿弥陀佛而不念了其他的名号，对不对？今天你想一想，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一个大人物，在这个社会很有名的，知名度很高的，有名有权有力，忽然间告诉你们阿弥陀佛真的有，你要恭信，你要真心念佛，你想一想有多少人会念佛、啊、那今天如果写巫师来劝导大家你要好好念佛，人不想听啊，没有兴趣。不一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我们的经典里面有一部经典叫阿难问是佛及兄经，这些问题难道阿难不懂得回答吗？会啊。为什么要交给释迦牟尼佛？分量不一样啊。你不相信？今天如果我们师父上人来到这个地方讲堂，我告诉你，全面都是满的。
你不相信吗？都是人。哦，啊，今天写文法师在这边讲经，有十个人也算不错的啦。啊，所以不一样，哦，分量真的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要首先一定要先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来度众生？分量不一样，你度的众生不一样了，你有能力了，度得更多。你现在不开悟，你想要度众生，有限量的，而所得到的不多。你有神通了，这个有毛病，什么毛病？我帮你解决。哦，想尽办法来帮助你。我现在看不到啊，你心里面想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区别在这个地方啊，哦，像我们夫妻的，哦，他们里面想的想什么，眼睛看的，啊，心里想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你看看我们的夫妻的，啊，虽然啊在里面在帮助我们，你想一想，都是有这样的啊。哦，所以今天我的天主。我的老板都念阿弥陀佛，难道他们不念阿弥陀佛？所以绕来绕去都是一样的，绕来绕去都是还是念阿弥陀佛。你看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讲了84000法门，到最后你还是叫我们念阿弥陀佛，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也是如此，也没不例外。善财童子53餐也不例外，头一刻跟最后的都是一样，还是叫你念佛。那今天我们该怎么做？老老实实，安安分分的听话真干，不要搞太多。哦，不要浪费时间，好好念佛，安稳定可靠，容易简单方便，什么都不用去说，什么不用去考虑，真的有益而不害，有利而不损啊！你念阿弥陀佛，你的好处有多大？你今天想要修供养布施，什么样供养是最大的？什么样的供养是最高的？普贤菩萨告诉我们，一切供养中，法供为大。这个法是什么？我们一般说啊，我要印经典，我要护持道场。真的，地藏菩萨《地藏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今天能够在佛法中能够一尘一沙一地，你能够供养三宝，护持三宝，你的功德有多大？很大。你能够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整个法界，那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功德有多大？不可为喻。什么叫不可为喻？佛无法能够说出来的。那今天我们来修供养，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最大的供养。为什么？因为一句阿弥陀佛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你说呢？但是在法供养当中最重要是什么？是什么呢？法供养当中啊，最重要是什么？除了请一个法师来讲经，所以你们要懂得这个规则。你要请法师讲经，这个功德很大。只要你讲一句，哎呀，证据是啊，常请法师来讲经，哎，功德很大哦。给他压力。好，这个很好。像我们的正太，邀请我要礼拜三，为这个青年团讲认识佛教，我也答应他，功德他，我也是得到。但是这个法供养当中最大是什么呢？法供养最大的就是把你的从前的错误的，通通要舍去。把你的从前不善的行为、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语、不善的造作，
你要一个一个把它舍去了。你能够把这个舍去了，你的福报就现前了。福报现前的，你的业力就能够转过来。如果你只是外面表法来修，不但你的福报没办法现前，你的业力又转不过来。所以为什么业力难转？难转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毛病没有办法把它舍去，所以难转啊。所以法供养最主要的就是把你的内心这些习气烦恼，烦恼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贪嗔痴，通通放下。所以绕来绕去还是教我们什么？还是要念佛。累不累啊？哦，其实啊，我坐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好处啊，因为有椅子嘛，对不对？啊，你们坐在下面，所以啊，有考虑啊，如果想要出家的哈，要尽快赶快出家。如果没有法师为你剃度啊，我来帮你剃度哈。那将来你们就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哎，平起平坐。哦，这个很好哎，啊，所以哈，简单就好了。这个就是简单为大家来介绍这个四体完蕴。那下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就是这个大众。这个大众的代表是什么？就是代表一切众生啊，包括人呐、啊、畜生、恶鬼、地狱六道的众生。就是说十方一切的众生，特别是六道的众生，如果今生想要真正离苦得乐，除了念佛法门之外，其他的是不容易成就的。这个大众代表这一个，也是你们包括之一。除了念佛，其他的方法不是法门比他的不好，是因为没办法，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时间已经太短促了，只有靠这个法门才能够帮助我们，其他的没办法。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明确告诉我们，那既然这样这么殊胜无比，那佛为什么要讲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呢？恒顺众生嘛，随喜功德嘛。所以只有有善根福德因缘才能够相信这个法门。释迦牟尼佛讲这么多无量无边的，就是随喜的，恒顺众生的，随喜功德的。那现在我们要来研究这个离苦得乐，得什么乐呢？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是关键。既然这个法门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那这个乐是什么？是什么呢？究竟乐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佛念佛聚会在这个地方目的，就是这一个。除了这个一切随缘，目标就是这一个，没有别的，就是得究竟乐。那究竟乐在哪里？极乐世界嘛。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世间的乐，它乐中有苦，它有副作用的，只是把这个苦而所暂停的，不是没有，它只是暂时停一下。哎，因缘遇到了，这个苦又来了。而且我们世间的乐，乐极生悲啊。世间的乐是这个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乐，
不是乐极生悲，他真的就近乐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西方，我们在这个地方，哦，你活得很幸福很快乐，拥有一切的万物，得到一个疼爱的你的人，儿女孝顺，但是人离不开劳苦啊。人一老了什么都不方便，体质衰弱嘛，眼睛也看不到，什么都不方便。你看你说老很辛苦吗？老真的很辛苦啊。如果今天我们体质衰老了，什么病都来了，哎，儿女如果孝顺还好，那个儿女不孝顺怎么办？你要靠人呢，你要靠人呢，能够靠得住吗？也靠不住啊。你看我们这个体质真的很累啊，为了这个身体啊，真的够麻烦的。西方极乐世界不但不老，而且永远永远的。你说你在这个地方一生辛辛苦苦的所得到的，总有一天有死之别，有死之苦。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寿命都是无量的。你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环境，有钱买不起房子，以前有钱没有钱要买房子买不起，现在有钱你想要买房子买不起啊。那买了房子事情是不是就解决了？还没，缴税要水费，还有打工，还有一大堆的事情，你说累不累了？到最后一样东西都带不走。西方极乐世界，你想要在天宫就在天宫，你想要在地下就在地下，你想要小就小，你想要大就大，随心所欲的，也不用什么样的所谓的主菜洗衣服什么都不用。什么呢？失一得一，失十得十，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不需要了解呢？所以一个人啊，常常问我师父，我要怎么样去了解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无尽的美好？你没有把四十八愿搞清楚，你没办法去了解的。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无尽的庄严，全部都在四十八愿。所以，你今天想要了解弥陀名号的功德，你没有把无量寿经的内涵去了解，你没办法去了解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所以，这个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得究竟了，赶快报名了，是不是？啊，这个就是简单为大家来解释下面参与这个法会以四体还因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做一个简单的包括。希望大家经过这样的解释说明啊，你能够发起你的内心，一切诸天都在念佛了，那你今天来不念佛，你不是愚痴，那你是什么呢？哦，所以一旦要把它抓住这个机会，对阿弥陀佛一定要有兴趣有信心，你才能够了解。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阿弥陀经头一个告诉我们什么，你看下面，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请合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你看这段经文，释迦牟尼佛真的用心良苦，苦口婆心呢，把前面六种成就为我们讲得很清楚。哎，经文一开端又开始告诉我们，头一句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相信啊。而且在这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三桩事情啊，让我们去了解明白。哪三桩事情呢？第一个，
告诉我们有世界名曰极乐，有这个字，而且有这个字啊，释迦牟尼佛非常的肯定，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来告诉我们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叫做什么？叫做极乐。请你要注意，有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非常肯定，让我们丝毫怀疑。你要相信，你要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你看《弥陀经》在中间不是有一段吗？广长舌相到这样的程度，而且这个广长舌相长到什么程度？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程度。就是说你要相信真的有这个世界，这个机制，这个世界叫做极乐。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企图有佛号阿弥陀，这个就是正宝庄严，连续讲了两个有字，这个更加让我们肯定。连续哦，在这一段经文哦，连续把这个有这个字连续讲了两次，那不是用心良苦，那是什么呢？你们真相信吗？没有，你们不是真正相信。如果今天你真信阿弥陀佛，你今天念佛不是这个样的。什么样的？怎么样？习气做主，烦恼做主，你是这个样的吗？你真信有阿弥陀佛，你是这个样子的吗？不是的。真正你相信有阿弥陀佛，简单来给大家介绍，像张善和那样，像黄达铁那样，那个才是真的有相信的。你们还没相信的，你们只是有这个体力，哎，遇到这个法门好，我来念这句阿弥陀佛。你有没有真正相信？没有。为什么我要讲这一句话？你们大家去思考，是不是这个道理？那第三个是什么？阿弥陀佛在做什么？今现在说法。什么意思呢？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哦，这个简单啊，来为大家说一个这一部经的内容。真的，里面的故事很多，很有兴趣。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在读弥陀经，你们有没有去悟到什么道理呢？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为什么无问自说？他的用心在哪里啊？我们提不出来他的用心，因为你没办法进入释迦牟尼佛的用心，他的那个心，你没办法去进入他。如果你真正已经进入了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心的慈悲心呢，我告诉你们，我们早就去了啦，还在这边六道轮回受苦受难呢，早就去了。因为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前面的已经也为我们介绍了，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我们的习气太重的，没办法去感悟到佛所说的话，祖师大德所用心的话，我们没办法去悟出这些道理。所以我们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有时候进，有时候退，有时候懒散，有时候用功，就是这样的，马马虎虎的一生把它过了，很可惜。那这个道理啊，下个星期礼拜天再来跟大家好分享啊。今天如果有讲错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多多指点啊。希望我们能够身体健康，老实念佛。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大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回向。愿一直过来。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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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南无阿